南无华严教主毗卢遮那如来，南无华严教主毗卢遮那如来，南无华严教主毗卢遮那如来，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七，梵恨品第十六。尔时，正念天子白法会菩萨言：佛子，一切世界诸菩萨众，依如来教染衣出家，云何而得梵恨清净，从菩萨位待于无上菩提之道？法会菩萨言：佛子，菩萨摩诃萨修梵恨时，应以十法而为所缘，作意观察。所谓身，身业；语，语业；意，意业；佛法僧戒，应如是观。为身是梵恨耶？乃至戒是梵恨耶？若身是梵恨者，当知梵恨则为非善，则为非法，则为混浊，则为臭恶，则为不净，则为可厌，则为违逆，则为杂染，则为死尸，则为重聚。若身业是梵恨者，梵恨则是行住坐卧左右故事，屈身俯仰。若语是梵恨者，梵恨则是音声风习，唇舌口吻，吐纳意重，高低清浊。若语业是梵恨者，梵恨则是起居问讯，略说广说，欲说直说，赞说悔说，安利说，随俗说，闲了说。若意是梵恨者，梵恨则应是觉，是观，是分别，是种种分别，是意念，是种种意念，是思维，是种种思维，是幻术，是眠梦。若意业是梵恨者，当知梵恨则是思想，寒热饥渴，苦乐忧喜。若佛是梵恨者，为色是佛耶？受是佛耶？想是佛耶？行是佛耶？识是佛耶？为相是佛耶？好是佛耶？神通是佛耶？业行是佛耶？果报是佛耶？若法是梵恨者，为极灭是法耶？涅槃是法耶？不生是法耶？不起是法耶？不可说是法耶？无分别是法耶？无所行是法耶？不合集是法耶？不随顺是法耶？无所得是法耶？若僧是梵恨者，为欲留相是僧耶？欲留果是僧耶？意来相是僧耶？意来果是僧耶？不还相是僧耶？不还果是僧耶？阿罗汉相是僧耶？
阿罗汉果是僧耶，三明是僧耶，六通是僧耶。若戒是犯恨者，唯坛场是戒耶，问清净是戒耶，教威仪是戒耶，三说结魔是戒耶，和尚是戒耶，阿舍离是戒耶，剃发是戒耶，着袈裟衣是戒耶，起食是戒耶，正令是戒耶。如是观已，于身无所取，于修无所着，于法无所住，过去已灭，未来未至，现在空寂，无作业者，无受报者，此事不移动，彼事不改变，此中何法名为犯恨？犯恨从何处来？谁之所有？体为是谁？由谁而作？为是有，为是无，为是色，为非色，为是受，为非受，为是想，为非想，为是行，为非行，为是事，为非事。如是观察，犯恨法不可得故，三世法皆空寂故，意无取着故，心无障碍故，所行无二故，方便自在故，受无相法故，观无相法故，知佛法平等故，具一切佛法故，如是名为清净犯恨。复应修习十种法，何者为十？所谓处非处智，过现未来业报智，诸禅解脱三昧智，诸根甚烈智，种种解智，种种戒智，一切智处道智，天眼无碍智，宿命无碍智，永断习气智，于如来实力一一观察，一一力中有无量意，悉应咨问。闻已，应起大慈悲心，观察众生而不舍离，思维诸法无有休息，行无上业，不求果报，了知境界如幻如梦，如影如想，亦如变化。若诸菩萨能与如是观行相应，于诸法中不生二解，一切佛法即得现前。初发心时，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物。初发心功德品第十七。尔时，天地是白法会菩萨言：佛子，菩萨初发菩提之心，所得功德其量几何？法会菩萨言：其意甚深，难说难知，难分别，难信解，难证，难行，难通达，难思维，难度量，难去入。虽然我当成佛威神之力，而为汝说。佛子，假使有人以一切乐具供养东方阿僧祇世界所有众生，今于一劫，
然后教令禁持五戒，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佛子，与汝意云何？此人功德宁为多否？天地言：佛子，此人功德为佛能知，其余一切无能量者。法会菩萨言：佛子，此人功德比菩萨初发心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如是亿分、百亿分、千亿分、百千亿分、那由他亿分、百那由他亿分、千那由他亿分、百千那由他亿分、数分、歌罗分、算分、欲分、优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佛子，且至此欲，假使有人以一切乐具供养十方十阿僧祇世界所有众生，经于百劫，然后教令修十善道，如是供养经于千劫，教住四禅，经于百千劫，教住四无量心，经于一劫，教住四无色定，经于百亿劫，教住须陀洹果，经于千亿劫，教住斯陀含果，经于百千亿劫，教住阿那含果，经于那由他亿劫，教住阿罗汉果，经于百千那由他亿劫，教住辟支佛道。佛子，于意云何？是人功德宁为多否？天地言：佛子，此人功德为佛能知。法会菩萨言：佛子，此人功德比菩萨初发心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乃至优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佛子，一切诸佛初发心时，不但未以一切乐具供养十方十阿僧祇世界所有众生，经于百劫，乃至百千那由他亿劫故发菩提心，不但未教而所众生令修五戒十善业道，教住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教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辟支佛道故发菩提心，为令如来种性不断故，为充遍一切世界故，为度脱一切世界众生故，为悉知一切世界成坏故，为悉知一切世界中众生垢净故，为悉知一切世界自性清净故，为悉知一切众生心要烦恼习气故，为悉知一切众生死此生彼故，为悉知一切众生诸根方便故，为悉知一切众生心行故，为悉知一切众生三世智故，为悉知一切佛境界平等故，发于无上菩提之心。
佛子，复至此狱。假使有人于一念请能过东方阿僧祇世界，念念如是，尽阿僧祇劫，此诸世界无有能得知其边际。又第二人于一念请能过前人阿僧祇劫所过世界，如是亦尽阿僧祇劫，次第辗转乃至第十，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佛子，此十方中凡有百人，一一如是过诸世界，是诸世界可知边际。菩萨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有善根，无有能得知其际者，何以故？佛子，菩萨不其现，但为往尔所世界得了之故，发菩提心。为了知十方世界故，发菩提心。所谓欲了知妙世界，即是粗世界，粗世界即是妙世界，养世界即是富世界，富世界即是养世界，小世界即是大世界，大世界即是小世界，广世界即是狭世界，狭世界即是广世界，一世界即是不可说世界，不可说世界即是一世界，不可说世界入一世界，一世界入不可说世界，会世界即是净世界，净世界即是会世界。与之一毛端中，一切世界差别性，一切世界中一毛端一体性，与之一世界中出生一切世界，欲知一切世界无体性，欲以一念心尽知一切广大世界而无障碍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子，复至此狱，假使有人于一念请能知东方阿僧祇世界成坏结束，念念如是，尽阿僧祇劫，此诸结束无有能得知其边际。有第二人于一念请能知前人阿僧祇劫所知结束，如是广说乃至第十，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佛子，此十方阿僧祇世界成坏结束，可知边际。菩萨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功德善根，无有能得知其际者，何以故？菩萨不其现，但为知尔所世界成坏结束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悉知一切世界成坏结净无余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谓知长劫与短劫平等，
短劫与长劫平等，一劫与无数劫平等，无数劫与一劫平等，有佛劫与无佛劫平等，无佛劫与有佛劫平等，一佛劫中有不可说佛，不可说佛劫中有一佛，有量劫与无量劫平等，无量劫与有量劫平等，有尽劫与无尽劫平等，无尽劫与有尽劫平等，不可说劫与一念平等，一念与不可说劫平等，一切劫入非劫，非劫入一切劫，欲于一念中尽知前际后际及现在一切世界成坏结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名初发心大士庄严，了知一切劫神通智。佛子，复至此喻，假使有人于一念顷能知东方阿僧祇世界所有众生种种差别界，念念如是尽阿僧祇劫，有第二人于一念顷能知前人阿僧祇劫所知众生诸解差别，如是亦尽阿僧祇劫次第辗转乃至第十，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佛子，此十方众生种种差别解可知边际，菩萨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功德善根，无有能得知其际者，何以故？佛子，菩萨不其现，但为知而所众生解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尽知一切世界所有众生种种差别解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谓欲知一切差别解无边故，一众生解无数众生解平等故，欲得不可说差别解方便至光明故，欲悉知众生海各个差别解尽无余故，欲悉知过现未来善不善种种无量解故，欲悉知相似解不相似解故，欲悉知一切解即是一解，一解即是一切解故，欲得如来解力故，欲悉知有上解无上解，有余解无余解，等解不等解差别故，欲悉知有一解无一解，共解不共解，有边解无边解，差别解无差别解，善解不善解，世间解出世间解差别故，欲于一切妙解大解无量解正位解中得如来解脱无障碍智故，欲以无量方便
悉知十方一切众生界，一一众生尽解、染解、广解、略解、细解、粗解，尽无余故。欲悉知生密解、方便解、分别解、自然解、随因所起解、随缘所起解，一切解往悉无余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子，复至此欲，假使有人于一念顷能知东方无数世界一切众生诸根差别，念念如是，经阿僧祇劫。有第二人于一念顷能知前人阿僧祇劫，念念所知诸根差别，如是广说，乃至第十，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佛子，此十方世界所有众生诸根差别可知边际。菩萨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功德善根，无有能得知其际者。何以故？菩萨不其现，但为知而所世界众生根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尽知一切世界中一切众生根种种差别，广说乃至欲尽知一切诸根往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子，复至此欲，假使有人于一念顷能知东方无数世界所有众生种种欲乐，念念如是，尽阿僧祇劫，次第广说，乃至第十，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此十方众生所有欲乐可知边际。菩萨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功德善根，无有能得知其际者。何以故？佛子，菩萨不其现，但为知而所众生欲乐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尽知一切世界所有众生种种欲乐，广说乃至欲尽知一切欲乐往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子，复至此欲，假使有人于一念顷能知东方无数世界所有众生种种方便，如是广说，乃至第十，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此十方众生种种方便可知边际。菩萨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功德善根，无有能得知其际者。何以故？佛子，菩萨不其现，但为知而所世界众生种种方便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尽知一切世界所有众生种种方便，广说乃至欲尽知一切方便往故，
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子，复至此狱，假使有人于一念顷能知东方无数世界所有众生种种差别心，广说乃至此十方世界所有众生种种差别心，可知边际，菩萨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功德善根，无有能得知其迹者。何以故？佛子，菩萨不其现，但为知而所众生心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悉知净法界、虚空界、无边众生种种心，乃至欲净知一切心网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子，复至此狱，假使有人于一念顷能知东方无数世界所有众生种种差别业，广说乃至此十方众生种种差别业，可知边际，菩萨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根边际不可得知。何以故？佛子，菩萨不其现，但为知而所众生业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欲悉知三世一切众生业，乃至欲悉知一切业网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子，复至此狱，假使有人于一念顷能知东方无数世界所有众生种种烦恼念念如是，尽阿僧祇劫，此诸烦恼种种差别无有能得知其边际，有第二人于一念顷能知前人阿僧祇劫所知众生烦恼差别，如是复尽阿僧祇劫次第广说，乃至第十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佛子，此十方众生烦恼差别可知边际，菩萨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根边际不可得知。何以故？佛子，菩萨不起现，但为知而所世界众生烦恼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净知一切世界所有众生烦恼差别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谓欲净知轻烦恼、重烦恼、眠烦恼、起烦恼，一一众生无量烦恼种种差别种种觉观，净至一切诸杂染故，欲净之一无明烦恼、爱相应烦恼、断一切诸有趣烦恼结故，欲净之贪分烦恼、嗔分烦恼、痴分烦恼等分烦恼，断一切烦恼根本故，欲悉知我烦恼、我所烦恼、我慢烦恼、
觉悟一切烦恼尽无余故，欲悉知从颠倒分别生根本烦恼，随烦恼因身见生六十二见，调伏一切烦恼故，欲悉知盖烦恼障烦恼，发大悲救护心，断一切烦恼网，令一切智性清净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子，复至此欲，假使有人于一念顷，以诸种种尚未饮食香花衣服床幡伞盖及僧伽蓝上庙宫殿宝藏网幔种种庄严狮子之作及众妙宝，供养东方无数诸佛及无数世界所有众生，恭敬尊重礼拜赞叹屈躬瞻仰相续不绝经无数劫，又劝彼众生悉令如是供养于佛，至佛灭后各为其塔，其塔高广无数世界众宝所成种种庄严，一一塔中各有无数如来形象，光明遍照无数世界，经无数劫，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佛子，与汝意云何？此人功德名为多否？天地言，是人功德为佛乃知，于无能测。佛子，此人功德比菩萨初发心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乃至优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佛子，复至此欲，假使复有第二人于一念中能作前人及无数世界所有众生无数劫中供养之事，念念如是，以无量种供养之具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及无量世界所有众生，经无量劫，其第三人乃至第十人皆亦如是，于一念中能作前人所有供养，念念如是，以无边无等不可数不可称不可思不可量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供养之具供养无边，乃至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及尔许世界所有众生，经无边乃至不可说不可说劫，至佛灭后各为其塔，其塔高广乃至住劫亦复如是。佛子，此前功德比菩萨初发心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乃至优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佛子，菩萨摩诃萨不齐现，但为供养而所佛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供养净法界虚空界
不可说，不可说，十方无量去来现在，所有诸佛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誓心已，能知前际一切诸佛始成正觉及波涅盘，能信后际一切诸佛所有善根，能知现在一切诸佛所有智慧，彼诸佛所有功德，此菩萨能信、能受、能修、能得、能知、能证、能成就，能与诸佛平等一性，何以故？此菩萨为不断一切如来种性故发心，为充遍一切世界故发心，为度脱一切世界众生故发心，为悉知一切世界成坏故发心，为悉知一切众生垢净故发心，为悉知一切世界三有清净故发心，为悉知一切众生心要烦恼习气故发心，为悉知一切众生死此生彼故发心，为悉知一切众生诸根方便故发心，为悉知一切众生心行故发心，为悉知一切众生三世智故发心，以发心故，常为三世一切诸佛之所意念，当得三世一切诸佛无上菩提，即为三世一切诸佛与其妙法，即与三世一切诸佛体性平等，以修三世一切诸佛助道之法，成就三世一切诸佛力无所谓，庄严三世一切诸佛不共佛法，悉得法界一切诸佛说法智慧，何以故？以是发心当得佛故，应知此人即与三世诸佛同等，即与三世诸佛如来境界平等，即与三世诸佛如来功德平等，得如来一身无量身究竟平等真实智慧，才发心时，即为十方一切诸佛所共称叹，即能说法教化调伏一切世界所有众生，即能震动一切世界，即能光照一切世界，即能熄灭一切世界诸恶道苦，即能严禁一切国土，即能于一切世界中示现成佛，即能令一切众生皆得欢喜，即能入一切法界性，即能持一切佛种性，即能得一切佛智慧光明，此初发心菩萨，不于三世少有所得。所谓若诸佛，若诸佛法，若菩萨，若菩萨法，若独觉，若独觉法，若声闻，若声闻法，若世间，若世间法，若出世间，若出世间法，若众生，若众生法，唯求一切智，于诸法界心无所着。尔时佛神力故，
十方各一万佛刹为成数世界六种震动，所谓动、片动、等片动、起、变起、等变起、涌、变涌、等变涌、震、变震、等变震、吼、变吼、等变吼、急、变急、等变急、与众天花、天香、天末香、天花蔓、天衣、天宝、天庄严具、作天祭月、放天光明、及天音声。是时，十方各过十佛刹为成数世界外，有万佛刹为成数佛，同名法会，各现其身，在法会菩萨前作如是言：善哉善哉，法会，汝于今者能说此法，我等十方各万佛刹为成数佛亦说是法，一切诸佛悉如是说。汝说此法时，有万佛刹为成数菩萨发菩提心，我等今者悉受其记，于当来世过千不可说无边劫，同一劫中而得作佛，初心于世，皆号清净心如来，所住世界各个差别，我等悉当护持此法，令未来世一切菩萨未曾闻者，皆悉得闻。如此娑婆世界，是天下须弥顶上说如是法，令诸众生闻已受化。如是十方百千亿那由他无数无量无边无等，不可数，不可称，不可思，不可量，不可说尽法界、虚空界诸世界中，亦说此法，教化众生。其说法者，同名法会。悉以佛神力故，世尊本愿力故，为欲显示佛法故，为以智光普照故，为欲开阐实义故，为令正得法性故，为令众会悉欢喜故，为欲开示佛法义故，为得一切佛平等故，为了法界无有二故，说如是法。尔时，法会菩萨普观尽虚空界十方国土一切众会，欲悉成就诸众生故，欲悉尽至诸业果报故，欲悉开显清净法界故，欲悉拔除杂染根本故，欲悉增长广大信解故，欲悉令知无量众生根故，欲悉令知三世法平等故，欲悉令观察涅槃界故，欲增长自清净善根故，成佛威力即说颂言，为利世间发大心，其心普遍于十方众生国土三世法，佛及菩萨最甚海，究竟虚空等法界，所有一切诸世间，如诸佛法皆往矣，如是发心无退转，此念众生无暂舍，离诸恼害普饶益，
光明照世为所归，实力护念难思议，十方国土悉去入，一切色形皆示现，如佛福智广无边，随顺修因无所着，有刹仰住或旁覆，粗妙广大无量种，菩萨一发最上心，悉能往诣皆无碍，菩萨甚行不可说，皆勤修习无所住，见一切佛常心要，普入于其身法海，哀悯舞去诸群身，令除垢秽普清净，少龙佛种不断绝，摧灭魔功无有余，以助如来平等性，善修为妙方便道，于佛境界起信心，得佛灌顶心无着，两足尊所念报恩，心如金刚不可举，于佛所行能照了，自然修习菩提行，诸趣差别想无量，业果即心亦非一，乃至根性种种殊，一发大心悉明见，其心广大等法界，无依无变如虚空，去向佛智无所取，地了实际离分别，知众生心无声响，了达诸法无法想，虽普分别无分别，亦那由刹皆往诣，无量诸佛妙法藏，随顺观察悉能入，众生根行迷不知，道如是处如是尊，清净大愿恒相应，要供如来不退转，人天见者无厌足，常为诸佛所护念，其心清净无所依，虽观身法而不取，如是思维无量劫，于三世中无所着，其心坚固难制举，去佛菩提无障碍，至求妙道除蒙惑，周行法界不告劳，知与言法皆即灭，但入真如觉义解，诸佛境界悉顺观，达于三世心无碍，菩萨始发广大心，即能遍往十方刹，法门无量不可说，智光普照皆明了，大悲广度最无比，慈心普遍等虚空，而于众生不分别，如是清净游于世，十方众生悉未安，一切所作皆真实，恒以静心不异语，常为诸佛共加护，过去所有皆意念，未来一切悉分别，十方世界普入中，为度众生令出离，菩萨具足妙智光，善了因缘无有疑，一切迷惑皆除断，如是而游于法界，
魔王宫殿悉摧破，众生一魔咸除灭，离诸分别心不动，善了如来知境界，三世以往悉已除，于如来所起净性，以性得成不动智，智清净故解真实，为令众生得出离，尽于后继普饶益，常时勤苦心无厌，乃至地狱亦安受，福至无量皆具足，众生根欲悉了知，及诸业行无不见，如其所要未说法，了知一切空无我，此念众生恒不舍，以一大悲为妙音，普入世间而演说，放大光明种种色，普照众生除黑暗，光中菩萨作莲花，为众阐扬清净法，于意毛端现众刹，诸大菩萨皆充满，众会智慧各不同，悉能明了众生心，十方世界不可说，一念周行无不尽，利益众生供养佛，于诸佛所问深意，于诸如来作复想，为利众生修觉行，智慧善巧通法藏，入身至处无所着，随顺思维说法界，经无量劫不可尽，智虽善入无处所，无有疲厌无所着，三世诸佛家中生，正得如来妙法身，普为群生现众色，譬如幻师无不作，或现始修殊胜行，或现出生即出家，或现树下成菩提，或为众生示涅槃，菩萨所著稀有法，为佛境界非二圣，身与意想皆已除，种种随宜悉能现，菩萨所得诸佛法，众生思维发狂乱，至入实际心无碍，普现如来自在力，此于世间无余等，何况复增殊胜行，虽未具足一切智，已获如来自在力，已住究竟一圣道，深入微妙最上法，善知众生实非实，为利益故现神通，分身遍满一切刹，放尽光明除世暗，譬如龙王起大云，普语妙语悉充洽，观察众生如幻梦，以业力故常流转，大悲哀悯贤救拔，未说无为净法性，佛力无量此亦然，譬如虚空无有边，为令众生得解脱，一劫勤修而不倦，种种思维妙功德，善修无上第一业，于诸圣行恒不舍，
专念深沉一切智，一身示现无量身，一切世界悉周遍，其心清净无分别，一念难思力如是，于诸世间不分别，于一切法无妄想，虽观诸法而不取，恒救众生无所度，一切世间为事想，于中种种各差别，知想境界显且深，未现神通而救脱，譬如幻师自在力，菩萨神变亦如是，身变法界即虚空，随众生心迷不见，能所分别二距离，杂染清净无所取，若福若解至希望，但愿普与众生乐，一切世间为想力，以智而入心无畏，思维诸法亦复然，三世推求不可得，能入过去必前际，能入未来必后际，能入现在一切处，常情观察无所有，随顺涅盘即灭法，住于无争无所依，心如实际无余等，专向菩提永不退，修诸圣行无退却，安住菩提不动摇，佛及菩萨与世间，尽于法界皆明了，欲得最胜第一道，为一切智解脱王，应当速发菩提心，永尽诸漏利群生，去向菩提心清净，功德广大不可说，为利众生故称述，汝等诸贤应善听，无量世间尽为尘，一一尘中无量刹，其中诸佛皆无量，悉能明见无所取，善知众生无声响，善知言语无语响，于诸世界心无碍，悉善了知无所着，其心广大如虚空，于三世事悉明达，一切疑惑皆除灭，正观佛法无所取，十方无量诸国土，一念妄意心无着，了达世间众苦法，悉住无生真实际，无量难思诸佛所，悉往彼会而尽业，常为上首问如来，菩萨所修诸愿行，心常意念十方佛，而无所依无所取，恒劝众生种善根，庄严国土令清净，一切去生三有处，以无碍眼闲观察，所有习性诸根解，无量无边悉明见，众生心要悉了知，如是随宜为说法，于诸染境皆通达，令彼修智入于道，无量无数诸三昧，菩萨一念皆能入，于中想智即所缘，
悉善了知得自在，菩萨获此广大智，即向菩提无所爱，为欲利益诸群生，处处宣扬大人法，善知世间长短劫，一月半月即昼夜，国土个别性平等，常勤观察不放逸，普益十方诸世界，而于方处无所取，严禁国土悉无余，亦不曾生尽分别，众生是处若非处，即以诸业感报别，随顺思维入佛力，于此一切悉了知，一切世间种种性，种种所行住三有，立根给予中下根，如是一切闲观察，净与不净种种解，甚烈集中悉明见，一切众生至处行，三有相续皆能说，禅定解脱诸三昧，染净因起各不同，即以先世苦乐殊，进修佛力贤能见，众生业惑续诸趣，断此诸趣得即灭，种种漏法永不生，并其习种悉了知，如来烦恼皆除尽，大智光明照于世，菩萨于佛实力中，虽未证得亦无疑，菩萨于一毛孔中，普现十方无量刹，或有杂染，或清净，种种业作皆能了，亦为尘中无量刹，无量诸佛及佛子，诸刹个别无杂乱，如依一切悉明见，于一毛孔见十方，尽虚空界诸世间，无有一处空无佛，如是佛刹悉清净，于毛孔中见佛刹，复见一切诸众生，三世六趣各不同，昼夜月时有福解，如是大智诸菩萨，专心去向法王位，于佛所住顺思维，而获无边大欢喜，菩萨分身无量意，供养一切诸如来，神通变现甚无比，佛所行处皆能住，无量佛所皆赞扬，所有法藏悉单位，见佛闻法勤修行，如饮甘露心欢喜，已获如来甚三昧，善入诸法至增长，信心不动如须弥，普作群生功德藏，慈心广大遍众生，悉愿集成一切智，而恒无着无依处，离诸烦恼得自在，哀悯众生广大智，普摄一切同于己，知空无相无真实，而行其心不懈退，菩萨发心功德量，
以结嗔阳不可净，以出一切诸如来，独觉声闻安乐故，十方国土诸众生，皆悉施安无量劫，劝持五戒及十善，四禅四等诸定处，复于多劫施安乐，令断诸惑成罗汉，彼诸福聚虽无量，不与发心功德比，又教义众成圆觉，或无争行为妙道，以彼而教菩提心，算数譬喻无能及，一念能过尘数刹，如是经于无量劫，此诸刹数尚可量，发心功德不可知，过去未来及现在，所有劫数无边量，此诸劫数犹可知，发心功德无能测，以菩提心遍十方，所有分别迷不知，一念三世悉明达，利益无量众生故，十方世界诸众生，欲解方便意所行，即以虚空即可测，发心功德难知量，菩萨志愿等十方，慈心普洽诸群生，悉使修成佛功德，是故其力无边际，众生欲解心所要，诸根方便行个别，于一念中悉了知，一切智智心同等，一切众生诸惑业，三有相续无暂断，此诸边际尚可知，发心功德难思议，发心能离业烦恼，供养一切诸如来，业惑即离相续断，普于三世得解脱，一念供养无边佛，以供无数诸众生，悉以香花及妙曼，宝床翻盖上衣服，每时珍坐经行处，种种宫殿悉言好，毗卢遮那妙宝珠，如意摩尼发光耀，念念如是持供养，经无量劫不可说，其人福聚虽富多，不及发心功德大，所说种种众譬喻，无有能及菩提心，以诸三世人中尊，皆从发心而得生，发心无碍无期限，欲求其量不可得，一切智智事必成，所有众生皆永度，发心广大等虚空，生诸功德同法界，所行普遍如无异，永离众浊佛平等，一切法门无不入，一切国土悉能往，一切智境贤通达，一切功德皆成就，一切能舍恒相续，净诸戒品无所着，
具足无上大功德，常勤精进不退转，入深禅定恒思维，广大智慧共相应，此是菩萨最胜地，出生一切普贤道，三世一切诸如来，弥不护念初发心，悉以三昧陀罗尼，神通变化共庄严，十方众生无有量，世界虚空亦如是，发心无量过于彼，是故能生一切佛。菩提心是实力本，亦为四遍无畏本，十八不共亦复然，莫不皆从发心得。诸佛色相庄严身，即以平等妙法身，智慧无着所应供，悉以发心而得有，一切独觉身闻圣，色界诸禅三昧乐，即无色界诸三昧，悉以发心作其本，一切人天自在乐，即以诸趣种种乐，净定根利等众乐，弥不皆由初发心，以因发起广大心，则能修行六种度，劝诸众生行正行，于三界中受安乐，诸佛无碍实义智，所有妙业咸开阐，能令无量诸众生悉断惑业向涅槃，智慧光明如净日，众行具足有满月，功德常盈必聚海，无垢无碍同虚空，普发无边功德愿，悉与一切众生乐，尽未来际依愿行，常勤修习度众生，无量大愿难思议，愿令众生悉清净，空无相愿无依处，以愿力故皆明显，了法自性如虚空，一切即灭悉平等，法门无数不可说，为众生说无所着，十方世界诸如来悉共赞叹初发心，此心无量得所言，能到彼岸同于佛，如众生数而许劫，说其功德不可尽，以助如来广大家，三界诸法无能喻，欲知一切诸佛法，宜应速发菩提心，此心功德中最甚，必得如来无碍智，众生心行可数之，国土围城亦复然，虚空边际乍可量，发心功德无能测，出生三世一切佛，成就世间一切乐，增长一切圣功德，永断一切诸疑惑，开示一切妙境界，尽除一切诸障碍，成就一切清净刹，出生一切如来智，欲见十方一切佛，
欲施无尽功德藏，欲灭众生诸苦恼，宜应速发菩提心。《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七。